Well, I hope this study has been useful for you. Tonight we come to the last part. 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最后一个阶段。这里呢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一个总结。我们呢已经花了这些时间去阅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希望呢这个呢可以帮助你去看到传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呢我们拥有圣经，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的去练习传道，从圣经上去学习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榜样，他如何的来帮助别人，让他们明白真理，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道，也求你帮助我们去培养，去练习如何的传道。今晚呢，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求你给我们这个了解，让我们呢可以再去找到鼓励，找到信心，去练习传道。求你可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有时候呢，我们分享福音，我们不敢去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别人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害怕如果他们带给我们的回应是负面的，那怎么办呢？也许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家人，你不想让他们不开心，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求别人来传福音给这些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我希望呢，今晚的道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害怕。Auntie Kev 呢，他与我分享，他说，他盼望呢，他的儿子可以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希望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可以与他分享福音。可是那个基督徒朋友完全没有与他分享过福音。那时候呢，他的儿子要因为癌症情况非常危险，所以 Auntie Kev 就很伤心。为什么呢？他的朋友没有与他传福音，所以他就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为什么他不能自己去传福音呢？因为他是妈妈，所以呢，他就提起了勇气，然后呢，就是与他的儿子分享福音，把他带领到主耶稣的身边。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别人会去传福音，可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去思想到，那我们自己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这里的挑战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传道呢，是圣经上的那个传道。这代表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去讲故事，或者去做一个见证，或者是装出一场戏。真正传道呢是什么呢？就是去分享关于神的真理。因为没有这一个部分的话呢，那就不叫传道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这里他就说到，他就去分享关于神的真理，他去诉说到关于天父，关于圣灵，关于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子。这里的挑战呢，是去分享关于神的这个真理。而不是呢去诉说到自己的经验经历，还有神如何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出益处。这些东西是好的，他们是好的东西，如果你要有一个谈话，这些是好的，可是这不是传道。要传道呢，是要去分享关于神的真理，去从神的话语里面呢带来福音。这就是我们要学到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传道。那这个真理来自于哪里呢？当然不是说到我们一直拿着圣经在街上行走，而是这个真理要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灵，关于神的真理，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还有这个永恒的生命的这个真理。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很多次了，直到呢它成为我们一部分。你看这个主耶稣基督这里所说到的，他一直不断的重复用不同的方式去分享这些真理。尽管有些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或者有些人甚至会拒绝，可是他还是去分享。这就是关于传道。我们的挑战呢，就是要去明白，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确的知道如何的去传道，而是从圣经上面的传道。当然，这不代表呢，不是个人的，它是圣经上的传道，也是个人的发自内心的传道。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些关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的这个美好的真理。这里说到呢，神呢他如何的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7节，这里说到呢，天上的父呢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让他从天降下来。与其害怕去分享福音，害怕别人会不会因此抗拒，我们要记得是天父所给的。神的角色就是他给这些人主耶稣基督，他会吸引人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这是44节可以看到的。这里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福音第45章，这里呢，你就会想到，这个人呢，他也许不是很有教育的，也许不明白这些耶稣所教导的。我妻子的祖母呢，他是没有受教育的，那个年代的人很多没有办法受到教育，然后呢，他就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这是他所做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去抚养家庭，去煮给他们吃，去清理家里。然后之后呢，他就得了癌症，然后就在死亡的边缘。
当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却明白，他也能做出回应，用很明确的做出回应。因为对他来说呢，如果他不要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他不会有礼貌的就应酬你。所以当他知道他说他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我们这里读到呢，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神呢，他帮助一个人去明白，去了解，他教导，他就是那个老师。所以呢，与其呢去专注于自己做的努力，不如我们去专注于神，知道呢是神去吸引人，去教导人。与其呢就是意识到这么强烈的意识到自己，不如呢去有意识到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里要教导我们的。然后还有呢，在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他已经说过了，他再一次的去说，他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呢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身边的时候，我们不看到那个人，而我们是看到是神的参与。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鼓励人心的。这个人呢，他想要去学习，他有兴趣，他得到这个智慧，当他去阅读这个福音啊，还有圣经的时候，这是如何做到的？就是神的参与。是神的恩赐，是神给予，是神吸引，还有是神呢去教训。这些就是关于美好的真理，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紧握在我们的心的。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通过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来确定永生。所以当我与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当他们是生病的或者在死亡边界的，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肯定。肯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这里的肯定是什么呢？不只是那些生病的人，还有就是那些真正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的人。你不需要在死亡边界或者生病，你有些人就是想寻找这个确定。在三十五节，这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些所相信他的，所到他这里来的，他们都不会感到失望。他们不会渴，他们不会饿。他们呢会因这个永生而得到满足。在三十七节，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那些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他们可以确定的知道他们有这个神会赐福于他们。那些到他这里来的，他们可以确定知道呢，神不会丢弃他们。有时候呢，我们害怕被拒绝，怕如果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他拒绝我们呢，这里就是给你的一个肯定，给你的确定，只要你到他这里来，他不会去丢弃你。我之前呢有和一个人说话，这个人呢，他觉得自己很不值得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充满罪的，怕主耶稣不会接受他们。那你怎么确定呢？你看，不是我说的，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这里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他说过了，他不会丢弃任何人，这就是我们在他这里得到的肯定。还有51节，这里呢也是一个肯定，说到什么呢？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就是说到他的牺牲，他的牺牲是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来吃他这粮，这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呢，说到呢，主耶稣是这生命的粮，我们要去吃他这生命的粮。我们呢要去思考，去吸收。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确定，知道呢，我们呢会得到这个生命。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永生。在56节，他再给予你的肯定，知道呢那些相信他的，那些吃他这生命的粮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在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如何明白这个吃这生命之粮是一个关系？它呢藏在我们里面，它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它不是一个那一个时刻所做出来的决定，它是一个选择。你选择去知道呢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呢他所要给予你的，你想与他同在，藏在他里面。然后呢主耶稣基督说呢，所做这样的人呢，他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呢会让他们死而复活，赐永生并叫他们复活。他是那个赐永恒生命的，他是那个呢会让他们得永生复活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给你五个这个确定。你要做的只是一个，可是他给了你五个。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关于圣经的这个传道，你去分享真理，关于神的真理，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然后信他是什么意思？
而不是自己的了解，而是呢，我们去分享，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分享。我们这里还看到什么呢？那如果有人拒绝呢？这是会发生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这里呢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说到呢，会有人呢，他们一开始是很，他们是想要知道主耶稣，想要认识主耶稣，可是他们要的只是外在的祝福，他们不在乎，不在乎更深层的，他们不在乎永恒的生命，因为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呢就是要在生命上面的这些物质上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以在外在上赐福他们吗？可是当他 给他更伟大的东西，更大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兴趣。你不能透过物质来找到救恩，你要透过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来得到救恩。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帮助他们了解的，帮助这些人去明白，因为他们选择不相信，这是一个选择。第一，这些我们的天父呢想要参与，可是你做了什么选择？你是否要去相信呢？你看到他，可是你相信他吗？这就是一个现实。所以呢，他们呢会去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呢说到关于神，如果他们不想了解，他们就会拒绝。他们不想，或者是这个真理呢没有是关于他们想要的，他们就拒绝。有些人他们有很死板的一个印象，他们不想改变。如果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他们就去拒绝，因为主耶稣所教导的没有适合他们这个古板的死板的这个印象呢是符合的，然后他们就会选择拒绝，然后他们就不会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如果他们就会退去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们门徒中很多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他们回去自己的旧的生活，他们不再与主耶稣基督行走。这里会发生吗？会的。他们也许一开始很像门徒，或者很有兴趣，可是在他们心里，他们没有接受，他们没有相信。他们没有呢去面对主耶稣基督所要他们面对的问题，这些罪的面问题。他们不想打开他们的心。所以有人会退去吗？答案是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想要问的话，可以问我关于人家离去，为什么我们要如何的明白，
如果你想要问问题的话，我可以在这里帮助你们去明白。以前呢，这个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困扰的。当你看到别人他退去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是这么有兴趣，过后却退去呢？多么的有潜能，他们呢有做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分享，可是他们最后还会退去。在以前呢，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的困扰。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子？直到你更加的去阅读神的话语，你开始看到这就是真实，你也开始接受。这不代表我的心变冷漠，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呢，我不能因为这样子呢就放弃。我会继续的去看到那些人有潜能，然后去给他们机会教导他们吗？当然我会。可是同时呢，我也知道这也可能发生。这里有什么问题你想要问的吗？这就是我们要理解要明白的。当我们发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我们看到这些退去的人，我们呢不能做的是什么呢？不能呢就是去批判别人，或者是把他们分类。我们不能这样子做。我们不能这样子去分类别人。主耶稣没有分类人，而他明白，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分辨。我们不是去逃避这个问题，或者很天真的觉得人家是不会退去的。他之前是比如说一个人多么有兴趣，可是过后退去了，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圣经所这里所教导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去学习这些对的这个教训。如果在这里呢，去看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有一群人，他们退去了。这些人是门徒，这些是他的门徒，可是他们退去了。这里我们读到，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问这个问题呢？第一，这里有这个十二个门徒，这些人呢是被主耶稣基督拣选的、呼召的，他们有这个荣幸呢，去与在主耶稣基督身边学习，他们也见证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些神迹，他们也见证到主耶稣基督他如何的去传道，他们在他的身边学习到这些珍贵的真理，他们也看到有人退去。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别人退去的时候，你可以被影响。有些人呢，他们感到非常的上胆，当他们看到有人退去的时候，尤其也许这个人之前是是服侍神的，然后他们退去了，然后你自己的信心被动摇了。主耶稣基督呢，他很坦白，他看到了这些门徒退去，所以他就问了他们这个问题。他问：你们也要去吗？这是一个非常坦白、非常直白的问题。他为什么问他们这个问题呢？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去假设有人得到救恩。他们也许是在这十二门徒里面，你也许有这个机会去学习，有这个机会去侍奉，有这个机会被神差遣，可是我们不能呢自以为这个人呢是得着救恩的。你需要去检查。这里的危险就是我们去假设一个人有救恩。尽管他们学习，你也要去检查，检查自己的救恩。我和 Scott 说呢，要去检查你的心脏，不要以为所有东西都没事。在那个球员呢，他这个他有了这个心脏病去世后呢，很多人都去检查心脏。我们不要以为你也许去有些人可以去突然间就因为心脏病死了，还这么年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以为是非常可怕的。主耶稣基督是要他们去检查。这样子的问题呢，可以帮助他们去看到。看到这个人，他会如何的去回答？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很多时候呢，人家呢都会随波逐流，去教会，去去在那里，他们却没有去做出这个决定，在他们心里安定，知道这个永恒的这个救恩。因为当他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是，比如说这个十二门徒，你可以是，他们是十二门徒，可是不代表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有救恩。主耶稣所教导的，他所教导的这些都是给全部人的，没有人是例外的。当耶稣说要常在，这些门徒有常在吗？这些门徒有以他为粮吗？他们有来到他的面前吗？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否有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这是你要去检查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他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让他们去思想到，他们需要去检查，他们需要在心里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决定，他们是否心里有一个明确的决定，认知到自己是否得着救恩。那你怎么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你的回答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问题。当一个人问你问题，他就是希望你有个回答，那你会怎么回应？如果今晚主耶稣基督问你，你也要离去吗？你如何的回应？他知道你的心，这是你要去思考、去思想的。这里呢，就是彼得他所说的，他说他觉得他自己代表这十二门徒回答，他以为他自己知道所有的人，他以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阵线，可是很不幸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在同一阵线的。保罗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他真心感觉到的，可是他却错了。不是每个十二门徒都与他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保罗彼得他就说了，当主耶稣问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他这样子说，他说还能归谁呢？难道要回去犹太，或者是回跟随那些离去的门徒吗？我看到我自己的选择了，我还能去到哪里？难道我要回到过去吗？成为一个渔夫吗？他都想了很多，他知道不能。所以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回去过旧的生活吗？有时候我也会想，我当然不要。我要跟随别人吗？跟随另外一个宗教吗？我也不要。那我还能跟从谁？彼得这里所说的，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要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看到了不同的选择，他还能归从于谁？为什么他这样子说呢？第一，我们已经信了，你有永生之道。这是彼得他对主耶稣基督教导的他的这个珍惜和感恩，他是真心诚意的去感恩主耶稣基督所教导他的。也许他不是每一次都明白，可是他非常感恩，感恩知道呢，主耶稣基督他有这个永生之道，因为他知道他的话语呢是灵，也是生命。主耶稣的道是赐生命的，对他的教导里的信心呢，会让你得着永生。这就是彼得他所感恩的。
这个感恩是非常强烈的。你在读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神的知识呢，他知道我们呢有这个大能。他非常感恩。这些就是真实的信心的一个标志。一个人如果非常珍惜主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子想，他们还能去哪里？你的选择还有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了永生的道，你还要去哪里？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去教导你，没有人能有这样子的教导。还有什么呢？他也说到，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个呢是，当你有信心还有知识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只是知道了，他也相信了他所知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到他这里的应用，他知道了，他也相信他所知道的。他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他知道他是这个活神的爱子。这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信心的肯定。彼得他说到，打从内心说到这些，他有了这个答案，他代替这个十二门徒讲这样回答。可是很不幸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他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所以当他非常真诚的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这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可是他就说跟彼得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他说到的是我们，不是说到我，所以他相信所有人。你是否确定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跟随我呢？你看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是非常让人家痛心的。你以为主耶稣基督听到彼得这番话会非常的开心，可是你看主耶稣基督呢，他不需要这些美好的话语，他真的非常担心。他知道呢，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不是没有被，有一个是没有被更新、没有悔改，他没有真实的信心的。尽管他所被给予的，他也没有。他被拣选，成为这十二门徒的其中一名。可是呢，尽管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美善给了他，他还是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这是谁呢？这就是
我们知道的这个加略人犹太，他有一天卖了耶稣，这就好像魔鬼一样。主耶稣所给的，给这个撒旦的，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可是你看，他却拒绝了。他不是说犹大呢是撒旦，可是呢，就说到了，就比喻成他像魔鬼。他是不会悔改的，他是不会被更新的，他是不会相信的。这是一个很疼痛的一个真理。主耶稣基督这么明显的去说，这么直白的去说，这个犹大呢，他知道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很直白了，这些话语应该打到犹大的心。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时刻，应该要让他停止去悔改，可是他却没有做到。他的心是多么的僵硬。你以为这些大众是不好的，你以为犹太人是不好的，你以为那些离开的是这么不好，可是你看更不好的是这个在他身边很亲的，可是却背叛他的这个加略人犹大。我们的心变到这么僵硬，完全没有倾向神，魔鬼呢就可以呢把这个当成是利益。所以这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这里他所说的，然后这里他的总结呢，就是说到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当然这不是当时所说的话，而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写的。这让他们每个人去检查了自己的救恩，自己的信心。你会说到神他有这个永恒的道，知道他是谁，去相信他，知道他是这个活神的爱子。可是你看犹大那时候也在那里，可是这又代表了什么呢？有悔改吗？有没有被更新？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呢？这都是你要去看的，非常仔细去看的。这里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吗？所以是非常让人家痛心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神他知道人的心，尽管他自己的门徒
也要他们去检查他们自己的信心。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人一定是有信心的。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倾向神，那我们如何的去能说到这个人是真正的信徒呢？那这里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去知道每个人选择的道路是什么，连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别人的心，可是他也不能去左右这个人的心想要做什么，因为这是犹大自己的选择。他可以教导他，可以直白的告诉他他现在在哪里，可是他不在一个好的地方，可是这不代表这个人呢会改变。我们想象呢，我们很直白的告诉这个人，这个人会改变，可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呢，就是去练习，去练习圣经上的传道，去分享福音，去练习个人的这个传道，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个人的传道，还有圣经上的传道是一致的，是一起的。个人的传道不代表他不是圣经上的传道，他们是一起的。我们要去练习，练习这个圣经上还有个人上的这个传道，去分享神的这个真理，去知道呢福音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真诚忠心要在哪里？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呢去摒弃任何一个人或者定罪任何一个人，他持续的去教导，犹大他也持续的去教导，持续的为他做这些事情。可是你看犹大他的选择，最后却还是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很明白传道，那我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否在你们清楚的了解我们传道的时候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方式。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的去传道？是不是也是在圣经上、在个人上的传道？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去分享，分享真理。不管用什么方式，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要去传这个道，去分享关于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去明白，然后也去学习，然后也能确保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了解，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练习的时候，我
我们不能呢假设或者自以为我们是得着救恩的，我们要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检查我们自己。那主耶稣问你，你要离去，你也要去吗？那你要问你自己，你也要离去吗？你要回到过去，回到你旧的生活吗？这是你要的吗？你要看看，你要去知道你自己想走的是什么道路，你要跟随主耶稣，还是你要跟随众人？因为你不能两个都跟随。你要拿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你需要做出这个选择，你要的是什么？你也要去检查。这里是我们的鼓励。鼓励什么呢？我们鼓励知道神呢，他是参与在其中的。当我们分享福音，当我们去回答问题，我们确定，我们知道在这当中所学习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还有我们天父的双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非常鼓励我们心的。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基督呢，他会给我们这个救恩，这也鼓励了我的心。是主耶稣基督他给了我这个这个鼓励。当我们看到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们珍惜神的话语的时候，知道神在教导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参与的。我记得 Hannah 以前来的时候问我问题的时候，她有很多问题，然后呢 我有时候会花两个小时与她去分享，是我的喜乐。因为在我的心里我知道神在吸引他，神在带领他。你知道他还在这里，他还藏在，当是真实的他就会在那里。所以我非常感恩这几年了被洗礼了，他也还在这里，也在学习，这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持续知道神的参与，而不是呢当你怕害怕去分享福音，别人拒绝你，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不喜欢，你做好你的本分。你问我，我就会跟你去分享真理。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神就会参与。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分享真理的时候呢，那神就没有办法参与。他会参与在那些真正想要认识他的人，真正想要了解他的人。他会赐给你这个信心。所以我们要去在心里面去思考，去思想，不要害怕去分享福音。你要知道神是参与在里面的，他会你的他的那个确定不是来自于你，而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他
他的确据确信是大过我们的。他说凡是来到他面前的，凡是接受他的，他都会赐永生。所以我们要去分享，时常的去分享。有些也许会接受，有些也许不接受，可是这是他们的选择。可是我们要相信，有些人会因为这些话语而重新活起来。这就是我们要去盼望的。那我也希望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去练习，让这个真理可以与我们常在。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读完过后呢，我非常感恩这个话语也与我的心说话，帮助我明白，更加的明白，更清晰的明白关于传道。所以这是非常鼓励我的心的。不是去做你觉得你知道的事情，而是从主耶稣身上去学习，去练习，然后呢就可以更加的清晰的知道。每个星期我都去传道，在这个老人院、养老院，然后我也还在学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希望呢，这个呢对你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来与你的心说话，让你去练习。我们要做的呢是什么呢？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去鼓励。我们要去练习传道，然后去看看我们之前所学的，然后主耶稣所给的这些应许，看看你自己可以不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确定的，看到这些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读圣经的美妙之处，让你自己可以看到这个真理。好，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呢，我们有这个美好的话语，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这里读到主耶稣他所赐予我们的这么的直白简单，凡事从他而来，他会赐给我们永生，他会让我们复活。我们也求你，我们可以呢紧握这些真理，紧紧的握在我们的心，然后去与他人分享。我们读到了彼得的回应，我们也求我们的回应也能相似。当我们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要离开吗？愿我们的答案是我们还能去哪里？你有永生之道，求你帮助我们去这些话语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检查我们是否得着救恩。我们不要惧怕的去检查自己，直到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我们得着救恩。我们也求你可以聆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祝福每一个去传福音的，去练习传福音的每一个努力。也求你可以给我们这些机会，也许是与朋友、家人或者任何人，你会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些人，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
求你可以祝福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门。Okay, well, thank you for the effort that you make and to come to church and to be in Bible study. Appreciate that, okay? Just, if you want, you can raise questions. That's the point of being in church. You can actually interact. Those who stream from home cannot. They cannot ask anything. They cannot say anything. They just watch. But if you are here and if you have questions that you really want to address, I'll be really happy to take them up. Okay, just know that this is the benefit of actually being physically here at Bible study. You can ask questions. Don't ever feel that you're wasting somebody's time, right? Because the very question that you raise could be in the heart of others, and it could help other people as well. Okay, well, thank you. Good night, and drive safely home.